哎，不要动，进去，进去。来，先生，来，坐，坐。来，小点，来，坐好，坐好。新兴分局日前接获检举，新兴区民生一路某三办大楼一楼按摩会馆内，疑似违法从事色情性交易，经多日探查搜证，4月25日16时许执行搜索，查获负责人一人林兰，年约30岁，员工一人李兰，年约47岁，现场女服务生五人，年约32至48岁，男客五人。32至69岁，全数带回调查，并查扣不法所得及账册等证物。经了解，此 SPA 会馆为规避警方查缉，对外宣称专业按摩会馆，实则媒介服务生之清凉照片与通讯方式。待男客询问后，以每次新台币1800元之代价，媒介从事半套性交易，并从中获取媒介费得利。全案侦讯后，将负责人林兰、员工李兰，依涉嫌刑法妨碍风化罪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。另女服务生及男客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，移送裁处。新兴分局分局长陈志龙表示，此类伪装纯按摩之色情场所，不但妨害善良风俗，亦影响社区治安及居住品质，警方会依法执法，持续予以取缔，并规划临检与清楼等勤查清查，以杜绝色情交易，净化治安环境。